2022年的2月，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屏幕被一个女孩所占据，谷爱凌。但是在电视屏幕之外，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心却为另一个女子所牵动着。这是一位在中国东部农村被铁链锁在小黑屋里的女子，衣衫褴褛，患有精神分裂，至今连真实姓名都无法确认，人们叫她铁链女。官方媒体把所有的赞美和流量都留给了谷爱凌，对铁链女保持了近一个月的沉默。尽管如此，截至3月初，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关于铁链女的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50亿，是谷爱凌的4倍多。即使官方一再试图压制，舆论却步步的升级，从普通民众到知名的教授、演艺界的名人、中共红三代，都对铁链女事件紧追不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到底触动了中国人的哪种痛楚，使来自民间的呼号淹没了当局精心营造的奥运欢呼，让一向强大的舆论审查机器近乎失灵？铁链女与谷爱凌讲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的叙事，到底透过谁，我们能看到的是真实的中国？2022年的1月27号晚上，一条在中国大陆影音平台抖音上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视频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董庄村的一个家庭中，画面中有一个女子被称作是家中8个孩子的母亲。在当地接近0度的天气中，她衣着破烂、单薄，牙齿零落，食物糟糕。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位母亲的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而孩子的父亲是这样介绍自己和家庭的：你咋那么大的勇气要那么多小孩？喜欢小孩呗。不是喜欢小孩啊。30没结婚，人家都看不起咱。然后你想要孩子啊？要了几个了现在？要了8个。随后更多关于这位母亲的视频陆续的流出，镜头中铁链女使用夹杂着四川和徐州的方言，讲出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话。阿哥，我就记一年吃你，记一年，我跟你记一年呀，五哥。我吃吧，吃吧。这个时期还不用不用啊，哎。就现在这就最好的。撸阿妈家我母，我给他洗个头。时间不要了，哎。哦。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引起了公众的质疑，为什么孩子的妈妈要用铁链锁着？这不是非法拘禁吗？家中的8个孩子，7个看起来年纪差不多，这样的生育数量和频率是否对母亲的身体造成伤害？为什么女子并非老年人，牙齿却几乎全部脱落？不少民众很快地联想到了一种可能，拐卖。大量的留言担心铁链女并不是董家正常的家庭成员，而是被拐卖至此，并且遭到了家庭暴力甚至虐待。一些网民报警呼吁官方介入。这时出生在徐州丰县，目前定居在北京的知名作家导演王胜强在微博上发出消息，他说铁链女的牙齿是用钳子扳掉的，是男人强奸她的时候嫌她咬人。王胜强说他有当地村民的录音为证。他又说女子的真实名字叫李莹，村里的人都知道。很快王胜强又发帖说自己已经受到来自家乡亲友的压力，并且呢频繁遭到警察的骚扰，目前他的微博已被禁言。同一时期有网友贴出了李莹的照片，提出她和铁链女眉目相似。这条微博从1月29号发布以来，已被转发了超过25万次。这个眉目清秀的女孩1984年出生，12岁上小学6年级时，在四川省南充市上学的路上失踪。李莹的父亲李大中曾是驻西藏的军人，退役后成为了武警。中国大陆媒体财新网的报道引述李莹叔叔的话说，李莹走失以后多年来，家人苦寻无果。李大中因为思女成疾2015年去世，而李莹的母亲梁小青则在2017年向法院提出申请宣告李莹死亡。可铁链女的曝光给了李莹案一线生机，铁锁缠身的女子、思女而亡的父亲，
这两个故事被拼接在一起，让公众感到了更多的悲伤和愤怒。舆论的升温下，当地政府打破了沉默。1月28号下午，官方发布了第一份调查通报，宣称这名女子名叫杨某霞，与董某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通报还宣称，杨某霞经常无故殴打家人和患有精神病，似乎暗示铁链的存在情有可原。中共官媒纷纷转载了这份通报，在光明日报的微博上，不存在拐卖这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然而，这份原本旨在平息舆论的通报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质疑通报的声音使舆论出现了新一轮的高峰。就是说，首先官方这个发的前面两份通报呢，它其实里面折射出来很多的疑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铁链女她的口音是明显带有四川、云南，就是西南那一带的口音，她明显不是本地人，但是官方通报却把她说成是本地人，这个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链女她明显是有精神状态的，是吧？她的精神是不太正常的。那么官方通报也说是她在和这个董志明结婚的时候，她的精神就已经是有异常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的婚姻法是规定了的，如果说精神异常的人，这个他的如果你强行的和一个精神异常的人去结婚，这种婚姻是要被视为无效的，而且这个男方很有可能是会要被视为是涉嫌有强奸罪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铁链女身上，这个他却合法的办理了一个结婚证呢？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铁链女他这个铁链女和董志明结婚到现在已经是有24年的时间，她期间一直生了8个孩子。那么在这个时期，她为什么却可以连续的出生这么多孩子，而当地的计生部门却不予质问？官方随后又被迫在2周之内再次发布了3份通报。民众发现这三份通报前后矛盾，逻辑不通。比如说，第一份通报中说铁链女是本地人。第二份通报却说他是在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明的父亲收留，也就是身份来源不明。一位网友质疑说，路上的人可以随便捡回家养的吗？还有人质疑说，在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一个精神病女性竟然生育了8个孩子，当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妇女联合委员会为什么毫无过问？而2月7号发布的第三份通报，一个全新的人物出现在了官方的叙事中，小花梅。通报中宣称，铁链女的原名叫小花梅，不是徐州本地人，而是一名存在着言语行为异常的云南姑娘，由一名桑姓的女子受小花梅母亲托付，带她到江苏治病嫁人。官方的这种说辞呢，它其实有一点侮辱大众的智商，因为这里面明显的存在着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云南省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省，它有很多的大城市，它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医院，那么为什么它却要它的父母小花梅的父母却要把自己的女儿就是送到那么遥远的这个半个中国以外的地方去治疗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精神病，这个首先是不太合常理的。之后呢，小花梅走失，桑某既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小花梅的家人，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举动。就是一个大活人突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踪以后，你既不报警也不通知他自己的亲属，这种行为本身就显示出来这背后可能有拐卖的嫌疑，但是官方却对这一点是只字不提。就是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就是公众对这个小花梅的身份进行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紧接着3天之后，徐州市发布了第4条通告，这次呢承认了之前的2份通报中当地政府坚决否认的拐卖，并且宣称董志明涉嫌非法拘禁罪，已被刑事拘留。至此，按照官方叙事来看，受害者已经被妥善安置，罪犯已被绳之以法，案件应该尘埃落定了。可是官方想要的拍板结案、民众散场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一条获得35万点赞的微博说，为什么董志明只被起诉了涉嫌非法拘禁罪，而涉嫌强奸、虐待等行为却没有被追责？另一条获得数万人关注的评论把矛头指向了当地的公职人员。按照通报所说，铁链女从1998年开始被关在董家，至今已有24年，
是否存在本地的官职人员包庇问题？之前的政府通告公然的撒谎，是否公开道歉？也许更让官方头痛的是，更多的人仍然心系李莹就是铁链女的可能性，拒绝相信政府做出的小花梅的身份认定。一些人甚至按图索骥地自己去查证了小花梅的身份。2022年2月12号，云南信息报两位前调查记者自发地前往云南省亚古村，他们找到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针对徐州市调查组称，他们是通过小花梅母亲生前衣物的 DNA 鉴定出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但是呢，花某英对记者说，警方连 DNA 鉴定结果都没有告诉他。此外，这些前记者还在亚古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并且呢，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小花梅的亲友仔细地查看视频，却无法确认视频中的杨某霞就是小花梅。另一位网友在当地视频采访了小花梅的舅舅，他也不能确认杨某霞和小花梅的关联性。那个人就是52了，对，我的侄女就咋个会有52？我就不知道现在是。官方呢，现在有4个通报，但是结果社会的效果是，他越通报，老百姓越生气。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它是一种专制社会，它所有的信息都要封锁，都要封锁，这个是这个制度的特点。那么官方发的这个通报，它本身相互之间有很多疑点，民间老百姓做的调查疑点就更多，所以这个通报越发疑点越多，你可以发现官方根本不 care， 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疑点，所以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讲，很明显的，官方的这些通报，它是为了掩盖这件事，它不是为了调查这件事，它并不是想给铁链女或者小花梅或者这些妇女一个公道，它并不是想还大家一个公道，并不想解决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问题，这是让所有老百姓感到非常愤怒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官方的一次次的掩盖推诿，把民众的愤怒一步步地推向了顶峰。中共当局百试不厌地让民众晋升的三板斧，删贴、抓人、转移视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失灵了。他没能压住质疑的声浪，反而引发了一次全民破案，一场罕见的大戏就这样上演了。一位微信用户写道，铁链女事件生生地把网友逼成了侦探、分析师、AI 修复师、挖掘机、福尔摩斯。向日葵的花语是信念、光辉、忠诚，花的寓意是沉默的爱。这束绽放的向日葵是微博用户“我能抱起120斤”拍下并发布的。在2月初发出了这张图以后，她和另一名女网友上路，自驾到徐州丰县。打算把这束花送给那位需要勇气追逐阳光的母亲。这张图片现在已在微博上消失，而两名女志愿者也在到达徐州以后遇到了他们从未预料到的阻力。他们先是被人抢走手机，随后呢在路上碰到警察干涉，又收到了警方来电警告，指他们的发言不正当。什么？他犯什么罪了？是吗？对，我就跟你讲一声，好吧？但是没有任何控制啊，那违法，那警长给你联系呗，但是还是交给人家去查去吧。公安机关对他采取措施之后，肯定会拘留不能住的，知道吧？2月11号晚上，警方以他们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将两人带到了徐州丰县孙楼派出所。当晚，两人被强迫分开，接受高强度的审问。其中的一名女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她在派出所被警察用包紧套头部，险些窒息，之后又被便衣殴打，伤痕遍布头部、颈部和脸部。几天后他们被释放，但是呢，多个社交账号都被封禁了。他们的经历并非个例，几乎同一时期，2月7号晚，大陆有女子驾车前往丰县探访铁链女，途中遇到了大批警察拦截和威胁。就你这点力量算啥，捞不起来，宣不起风浪，
特别你那几个挑头的，你一旦挑头，你就被抓，你就要坐牢。我明确跟你说，你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事实上，从铁链女事件刚刚开始舆论发酵起，丰县当局便已经开始以防疫的名义开始封锁道路，禁止外人进入董集村。没有任何地方要求出示那个核酸检测报告，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没有要求出示核酸检测报告。那么我们在村庄里面还没有接触过任何人，小伙子他突然要求我们出示核酸检测报告，这是我们出去的时候，而且对其他人都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出示检测核酸检测报告，只对我们要求。二月中旬，湖南卫视的一组记者试图前往村里采访，也被拦在了村外。这个现在是这不能，平时可以走啊？不可以走，你先打电话吧。是什么原因不能走？他是疫情防控。我有码呀，核酸行不行？那个。有核酸也不行啊，只能他出来接啊，打电话到你们这来行不行？正在民众实地探访频频受阻，破案救人看似渺无希望的时候，二月十四号迎来了一个转机。凤凰周刊的前调查记者邓飞发布了一份关于铁链女案重要的证据，这份证据后来被当局间接的证实了，是董志明和铁链女陈旧的结婚证照片。那么这个结婚证的曝光呢，它其实可以说把整个铁链女这个事件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什么？因为这个结婚证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太大了。首先第一个就是结婚证上面所显示的这个女性，她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铁链女她的相貌差异非常大，这明显就是不同的两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结婚证上所显示的结婚的这位女子，这个杨庆霞，她的年龄为52岁，她与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就是铁链女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差异也是非常的大，它是不相称的，是对不上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结婚证上的照片，它显示出来两个人的这张合影，它其实是违规的，因为按照中国的这个婚姻法的规定，结婚证的这个拍照呢，男女双方应当是以压半间的一种双人合照的方式，而现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曝光出来这张结婚证的照片，两个人他却是两张单独的照片把它给拼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么就是他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拍了这张一起合影拍了这么一张结婚证照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对吧？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婚证它所颁发的日期是1998年8月2号显示，但是我们只要一去查询，你会发现这一天其实是一个星期天。那么在星期天，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都是不会办公的，它是要休息的。那么第五个问题就是这个结婚证它左上角的这个编号居然是呈现空白的状态，这个是完全是不正常的，因为任何一本合法的结婚证它是必须得有一个这个结婚证的编号的。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对这个结婚证它究竟是真还是假，它的这个来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也是就是大众要求政府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的最主要的原因。一位大陆的知名教育博主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中的一个截图，我们可以放大之后看他的鼻子的鼻翼以及嘴角，不能说是完全一致，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个过程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比对的过程吧，而且各方面都是完全契合的。现在这位博主的微博账号以及相关的转发都已经被官方屏蔽，之后李莹的叔叔李大成要求重新采集自己的 DNA 与铁链女对比，至今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2022年2月1号是中国传统的黄历新年，人们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不忘继续为这起惨剧发声。官方与民间围绕着真相与谎言、记忆与遗忘的较量渐次展开。1月29号，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上发帖声援铁链女，两小时后就被微信删除。2月6号，科幻作家韩松发微博说，科幻小说在铁链女事件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不到两天就被删除。2月6号，著名编剧严歌苓在微信上发表文章，母亲啊母亲，表达对铁链女案的愤怒。
文章很快地被删除，严歌苓遭到全网封杀。2月12号，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在时代广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铁链女。2月15号，北京大学100位学子联名写信给中共当局，呼吁彻查徐州事件。公开信很快地被删除，但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数百名校友随后声援。2月19号，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微博上建议改革拐卖妇女的罪责，从重处罚人贩子和买主。4天后，他发帖宣布将停止自己的微博。同一天，位于杭州、西安和成都的多家书店展出了有关妇女拐卖的书籍，约一天内先后被撤下，书店的老板被警方约谈。2月20号，有华人到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21号，中共红三代、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在微博上说，丰县的事只是冰山一角。3月1号，大陆知名的艺人金星在微博上提到了铁链女事件，贴文很快地被屏蔽，她之后遭到了彻底的禁言。同时，中国各地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宣传海报、雕塑、行为艺术，甚至街头抗议活动。自铁链女事件以来，国内外的媒体上开始出现一个这样的词来形容中共当局面临的情况：塔西佗陷阱。所谓塔西佗陷阱，是指一旦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他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也都再没有人相信。就是官方对铁链女的这个连续的几份通报出来以后呢，其实它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让官方的这个公信力受到了一个重创。为什么？因为大众都从这几份就是自相矛盾这个通报说辞里面都发现了，就是在整个铁链女这个案件里面呢，它其实已经明显的有这个很多的政府机构在参与造假和掩盖拐卖妇女的这个罪行。比如说这个民政部门参与了对结婚证的造假，然后呢，公安部门有参与了对铁链女本人的这个身份证、上户口等等这些行为的造假，同时呢，还有计生和医疗部门对这个铁链女所生的孩子给她出具这个出生证啊等等这些问题的造假。就说我们都知道，董志明其实在按照官方所披露的身份，他其实看上去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农民，他其实是无钱无势的，但是为什么却会出现这么多的政府机构都主动的来帮他掩盖他的这个罪行呢？掩盖他的这种涉嫌犯罪的行为呢？那么我们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正是由于在当地这种拐卖妇女它已经形成一种产业链式的一种长期化的这种犯罪现象，所以呢，当地很多的政府机构、很多的政府公职人员都有卷入其中，都有参与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犯罪行为，所以政府才会出现这样的就是主动的去为董志明的犯罪行为进行掩盖和撒谎。那么说白了，他们其实是在掩盖他们自己，不希望自己更多的有关拐卖妇女的这种黑幕被曝光出来。曾经自驾到徐州探访铁链女的那位网友，我能抱起120斤，事后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沛县抓我的这段经历是我最严重的精神创伤，极致的恐惧伴随着世界观的崩塌，我一直信任的、国家一直教导我的，全部变成了谎言，成了刺进我身体的剑。我一直拒绝配合所谓的民警公安，我一直不断地问我自己，这就是警察吗？这真的是公安局吗？这些真的是给予老百姓的合法执法吗？铁链女一案让大陆民众的目光聚焦到了失踪人口、妇女拐卖这一中国社会的长期病痛上，而舆论的聚光灯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些被强国之梦所忽略的中国大陆一些最溃烂的真实的角落。铁链女遭遇曝光后，其同村又曝光出一名疑似被拐来的女子，她20多年趴在地上，是她的丈夫花1000多元买来的，经常受虐待。你看看，想你看到这种场面，我知道我第一印象我是流眼泪了，我真是，哎呀，我的天哪，这是人过的生活吗？接着，在陕西省又爆出了一名铁笼女，疑似是多年前走失的一名女大学生。她被男子用铁笼关在家中，已被虐待到精神失常。
1月29号和30号，2016年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和母亲分别被多次拐卖的经历。他透露，当年他两次逃脱，向派出所报案，警方收了男方的好处，拒绝救他，任由他被男方抓回毒打、强奸和生孩子。现在他又因为呼吁关注铁链女事件，遭到了官方报复，收到派出所的传唤，指控他涉嫌诽谤。大量有关拐卖的旧案也被翻出。2006年，内蒙古晨报讲述了四川女大学生曹小青被拐卖到内蒙古，被迫结婚生子的故事。报道写道，十几年间，曹小青被虐待，被做父子三人的共妻，身怀六甲的时候仍然被殴打。家人，刘家父子三人都是光棍。虽然此时的曹小青已经有些疯癫，但求子心切的刘家人还是花了4000元钱，从庞和在的手中买下了曹小青。把曹小青买过来之后，三个人共同与他发生不正当关系，对他经常使用家暴。即使曹小青怀孕，也没有停止打骂曹小青。被拐卖到刘家后，曹小青怀孕并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1989年出版的书籍《古老的罪恶》，近期在微博上被广泛的传阅。书中提到，1986年以来，共有4.8万名女子被拐卖到江苏徐州，基层干部、政府公务员、警察都是拐卖产业链的同谋者和买家。另一本198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则赫然罗列着这样几组数字，显示自1986年来被拐卖的妇女。文章的作者唐冬梅今年2月18号发文披露，当年因为此文，她受到来自徐州市委的压力，被迫离职。还有一家大陆学院梳理了2017年以来616份涉及拐卖妇女的法院裁判文书，共涉及超过1000名被拐卖的妇女。这些案例中，妇女被关在羊圈，被打骨折，被强奸，甚至被迫接客卖淫，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选择自杀来摆脱屈辱。买卖妇女的标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价格是小于10000元。而中国的法律似乎也没有站在被拐妇女的这一边。罗翔，中国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在这则被广泛传播的讲课的视频中，他探讨了中国现行有关妇女拐卖的法律。大学买一个女的多少钱？中国经济周刊2月15号披露，丰县有多位妇女起诉离婚时，在法庭上明确提到自己是被拐卖的，丰县法院却不准他们离婚。铁链女这个事件呢，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龌龊的一种肮脏的事情可以放在这个社会的公开的表面上去表演，放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去表演，大家可以看到背后的官方，他的有在中国的社会里面一种有势力的一批人，堂而皇之的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说，像拐卖妇女或者其他的事情，都是这个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很多国家也会发生，但是没有人会在一个公开场合去由官方。感觉是认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让大家生气的。比如说小偷小摸，当全世界都有小偷，当被了偷东西以后，这的确是让大家很生气。但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当一个人偷了东西还被政府保护，还支持他，甚至你去报案他还会打压你的话，这个才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生气。也就是说，被人类文明已经否定了很多很多年的很长很长一个历史时间的一件事，在中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受到这么多机关的有意无意的保护，这个是让大家非常愤怒。因为现在在中国，它不光是没有文化的贫穷的或者山里面那些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那事情也是不能容忍的，
问题在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情况是有大学生，有研究生，甚至有清华北大的，有上海的有名的大学女大学生也遭遇同样的事件，说明这个事件它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它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在那些肮脏的角落里面，其实它已经非常泛滥，已经非常严重，这个是到这样的程度，每个人其实都不安全了，这个是可能大家特别关心的。触目惊心的现实也让很多人心中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共当局为什么不愿治理，而是要默许甚至助力人口贩卖这个邪恶的产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人口贩卖，尤其是妇女拐卖行业兴起的最主要的深层原因，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男女比例失调。1980年代起，中共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传统上对男孩的偏爱导致大量的女婴被堕胎，中国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例激增。根据中共官方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2年的 108.5 上升到2005年的最高值 118.6，也就是每100个女孩对应近120个男孩，远高于正常的范围104到107。而这只是官方的数据，真实情况或许更严重，而且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意味着多少女婴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啼哭就被扼杀。现在中国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490万，这意味着在适龄婚育人群中，平均5个男性就将有1个找不到配偶。目前中国不少地方被揭示出存在光棍村的现象，包括甘肃、河南、陕西、安徽、重庆、贵州、广西和海南等省市，没有被报道出来的光棍村可能更多。在人类历史上恐怕还没有见过一个政府用如此强力的手段，用如此严厉的措施，对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行长达30-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延续到20-30年、30-40年以后，它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相信像这种拐卖妇女、贩卖妇女、贩卖儿童都是这个政策的其中一个恶果。2月23号，官方最近一次发布通报，以盖棺定论的口吻再次咬定铁链女杨某霞就是从云南被拐卖到江苏的小花梅，而不是李莹。而对于铁链女和小花梅容貌的显著的差异，通报宣称是年龄增长所导致的。中共治下的这个政府体制或者说社会体制吧，它有它的特点，越是集权程度越高的，它的权力就越紧，所以在集权社会里面，这个拥有权力的阶层它的倾向是越结合越紧，所以在任何的调查只要涉及到权力，涉及到他们这个体制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扭过去，一定会加以掩盖。因为你对老百姓来讲，你知道真相，你可能只是产生愤怒，对不对？但是这个真相却是对他这样的一个权力体制，对他这样一个机制，一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会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个就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任何一点只要能对体制造成损害的东西都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那个曾经前往徐州试图送花给铁链女的女志愿者再一次的被警方拘捕，截至3月中旬仍然杳无音信，大量关注她的微博账号也被封禁了，她消失了，微博热搜上铁链女的热度也消失了，人们的关注被转移到战争、娱乐八卦和国内的疫情上，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喧嚣。但是在一些安静的角落，仍然有人在默默地努力着。有人在社区和校园中散发传单、海报，有人向丰县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也有人持续地在微博关注着失踪的女志愿者，并帮她联系律师。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一张来自电影《末日危途》的台词照片，影片讲述了在末日降临、人吃人的可怕环境中，一对父子挣扎求生的故事。
父亲保护年幼的儿子直到生命耗尽，但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做人的底线，宁愿饿死也不吃人。儿子问道，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该变成坏人是吗？任何时候。父亲说，你必须守住内心的火焰。